余文乐今日在社交软件首晒儿子小 Cody 正面照，父子一起毕业，其乐融融。比起小时候浑实的余文乐，余初见显得细小可爱，长相简直神似妈妈王唐云。自17年12月结婚以来，余文乐便多以幸福人夫模样示人。18年5月升级当爸后，社交软件上更是奶爸附体，既想保护儿子余初见，又想跟大家分享生活中的父子乐趣，故不时上传儿子 Cody 背面、侧面或遮阳照。此次终于见到小 Cody 的庐山真面了，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儿子真可爱，儿子也是大帅哥呀！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